今天给一个写字楼铺强化地板，下面分享一下。这是一个复式结构双层的写字楼，这是一楼，这是二楼。哦，这个复杂的吊顶很漂亮啊。戴师傅一个人正在安装。这速度快呀！啊？我说你速度快呀！快。老婆嘞？老婆在别的地方吗？哦。我晚上可不可以施工不知道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他们要求最好今天能够干完，等着用啊，等着办公。戴师傅是一个很有经验20多年的老师傅了，技术非常的棒。仔细的分享一下他的手法。这里有两个插座开关，这样处理非常的合理啊。地板的摆放像楼梯一样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